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， 我是 Jack。札幌从昨天开始呢，下了大暴雪，然后呢，新闻说积雪积了100多公分哦，是8年以来积雪最深的一天了。然后呢，非常多的粉丝希望我拍一些扫雪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大家很喜欢看我来扫雪哦。那我今天呢，带着 Lingle 我们一起要来除雪喽。那我们今天一起穿吊带裤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先带大家看一下积雪的状况哦。你看我家的屋顶哦，不用去吏部黑山看什么雪壁了，我家哦，这差不多有200公分了。这我家的汽车已经被雪掩盖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屋顶上的这个雪屁。看到现在雪，这个是我早上有除过的。是我家前面的道路，看大家都出来扫雪了。我的家已经被雪冰封了。前面是我家的车库，我老婆的车停在里面，这个没有除雪也出不来了。屋顶上的雪，雪好深啊！哇！把连滚快掩盖了，连滚，赶快帮爸爸扫雪啊！不要只会玩好不好？你走进车库那边，加油！走回车库，加油！你能走到吗？赶快把车库的门打开，快一点！哦，到我小孩的腰了。Lingle， 拜拜。来。哈哈好了，扫雪扫雪，不要玩。我才铲个3次铲，我就累了。你雪可以放这边啊，来放这边，加油，除雪小尖兵。那边不用了，那边不用，那边不用。严哥，亚沙西呢？帮爸爸除雪。快去别了。除雪好不好玩？好好奇，好好奇，加油，这样放上面一点，放上面一点，放在这个山里面。大家好，我是奈美惠，十个月级，たった一日で十個月級。車が出せない、そして友達の車も埋まって、見て見て、屋根の上、車庫の上、みんな雪かき、すごいね。何時間かかるかな。あ、レン君、えい。打雪仗呢。哎呀，哎，哎，哎，
大家知道我身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吗？整个被埋住了，就只有一夜的大雪哦。那我大家为大家揭秘一下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大家有猜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我挖一下。哎呦，我这个手背摸不到哎、欸。真的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哦、你，哎，我这个手背那么长，摸不到这个里面的东西哎、欸。来，镜头过来，你自己看。我没有骗大家，你自己拍，看那么深。谜底揭晓，里面是一台汽车啊！所以这个可要花一个多小时，把这个雪除掉，汽车才开得出来。这样这样，哎，我老婆挖到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汽车，汽车，汽车！哇！右手，右手，右手！啊，我挖错地方了啦，那边、欸、是一个雪洞，那汽车在这边是一台 K-car。对对对 ，K 卡。嗯，看到。不行。匂いから。あ、すごい火が見えてきた。これは壊れてるから。本当は見えない。あ、本当見えない。そう。本当は見えない。我家隔壁有一个龙血草，现在还在喷火，有没有看到？在喷火，在龙血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哎。我十公里哎。我看到火了，有个火。然后这是我邻居的那个地下的龙血设施，然后这边还会点成灯油，然后会用热气把这个雪融化掉，然后旁边都金属，还有很多蒸汽。哇，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！他自己在那边做的这个自分的是溜滑梯的，自己做的，一个人自己做。连个人扛得起。又要去了，走。这边，这边呢、啊，这边呢、啊。那边。哎，小心，对不起，快点。来哟、哦，我们的札幌雪碧，你看这个雪碧有多高，比我家的汽车还要高了。Thank you, arigato。你看 Thank you 在里面显得多渺小，一线天呢、欸，真的是一线天来啊，一线天。那我们要穿入一线天的。老师，我们家的玄关又结冰了，要用这个铁铲来把它铲起来。玄关は滑っちゃうからね、氷、
来搞破坏的。来啊，让开让开来。你看家家户户都在出血啊。后面这条路估计 不清雪、啊、车子都进不去也开不出来了。哦，这有清过，好干净啊。哦，这一个雪山雪壁比我家还要夸张，差不多两个人高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家附近丢垃圾的地方，然后就把垃圾放在篮子里面，然后每一天的垃圾丢都不太一样。这里估计早上有除雪车来过吧，怎么那么干净啊。哎呦，我们家附近有一栋看起来像豪宅，不错不错，不错的房子，用水泥盖的，前面有一台汽车被雪埋住了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下完大雪之后的札幌。这边有一块空地就变成了附近的人的堆雪场，你看啊、哦、堆得很高了。我走上来啊，这空地的主人蛮可怜，建一个差不多快两层楼的雪山了，看到没有？我已经陷进去了，到我膝盖了。就已经除雪除了一个多小时，雪还是非常的多。现在要开始下雪，天然的冰箱，可乐，这算是北海道除雪 2.0 啊。那我要继续除雪，不能再拍一遍了。我是北海道女婿，希望明年还有除雪 3.0 拍给大家看哦。哇，牛鼻涕啊，我的鼻子已经变成红色了。拜拜。See ya.